我今天来到了曼谷的拉恰巴洛的这个地铁站。这个地铁站呢有一个特点呢，它是连接到 airport 的一个站。你如果从机场来的话，要前往市区，那就要在这个地铁站坐。在这个地铁站呢，它有几条好处。这条街往前走就是曼谷的市中心 Central World。在这 Central World 它有个商业区，它又包括了暹罗，然后有四面佛广场。然后你如果到这条站你想急于办事，比如办个人的银行账户啊、购物啊，那么你就要从这里下去然后直接走路过去，然后就到 Central World。 如果你需要先到暹罗广场那边去走的话，那么你就要从这个地铁这个站这里然后再坐到这个 airport 的终点站皮亚泰，然后再转到那个转到Siam地铁站，然后就到了暹罗广场那边，就可以去逛那边的商业区，还有打卡呀。那边的暹罗广场又分为暹罗 Discovery， 还有那个曼谷时尚音乐街等等就这样子的。从 airport 过来到达这个拉扎巴洛地铁站这里车票是40泰铢。